是不是太辣了？来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艺人贾静雯跌身重现隋唐角色，甚至比电影原版还会撒娇，让现场观众忍不住爆笑，直呼受不了。怎么给你吃嘟嘟？嘟嘟那么可爱，你就太残忍了！而且你就要嘟嘟，我也是嘟嘟。台湾女生不是都这样，我要郑重说明。导演，你这是整我吗？而金马影后马思纯也挑战章子怡的一代宗师，念到太入戏，竟然还掉下眼泪。叶先生，说句真心话，我心里有过你。刀综艺近来频出新招，越做越专业。先是找来章子怡坐镇评审，开设演技 PK 节目，就连魔术师选秀也特别邀请范冰冰助阵。现在在跨足配音产业，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新鲜感受。记者唐泉报道。